It's the Scene View series. Like, oh, so this is the HDMI only. Oh, it's SDI. So this is the SE or like HE? No, this, this is SE. No, I think it's quad. Oh, this is quad. Yeah. So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quad and like SE, right? Yeah, like the transmission range is different. Oh, so this is longer range. This is not this. Oh, this is the shorter range. Yeah. Like quad. Yeah. Cool. Oh, that's pretty nice. SE. So maybe like I want to check out the HE demo. Yeah. Where is the HE? This is HE. This is the HE. Oh, this is the HE. Yeah, yeah. HDMI. So where's the receiver? It's over there. Yes. You're like, okay, got it. Transmission range is 350 meters. Okay.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Taiwan. Maybe I can reach out to you on FB or Instagram so we can talk about like behind the scene. 它是看一下，这个有在用，它只是说它是SDI的，就是这个，就输入不一样。对，其实整个效果是相同的。这台相机在哪儿？SE，这台相机在哪里？哦，这一台吗？哦，应该是这一台吧。这样。这个是调什么东西的？就是它可以设置分组，哦，它可以分16个。OK。So one of the applications might be to use your iPhone as a monitor. But what we're doing here is we're feeding this application called ChromaLink, which controls the mics. And we have a color picker here. 然后就连不上了。您之前有使用过吗？就是读出来应该有。我有用其他品牌，但是我有在想说，我想要看这个。其实都有，其实就因为都是去租的嘛，就是看预算或者是有哪些可以用，就用哪些这样。现在台湾的话，哪个牌子会多一些呢？现在微固比较多。哦，台湾微固多呀？对，微固比较多。哈利类的也有，但比较少。哦，这样。还有。还会有 Sweet 也有，但你们就比较少，我们就比较少哈。对啊，那所以我们要在台湾多卖一点，是，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在台湾有一个独家代理在帮我们卖，是哪一间啊？你知道吗？正诚，哦，正诚，是正诚，可是因为正诚没有实体店面，它只有走网路的，所以就没办法，没办法就像这样现场看一下，对啊。这是一个限制来的，就是说。他怎么现在连不上啊？好，有连上。他怎么又断了？这是相机的部分吗？还是 SDI 的部分？你可以在正常可以租吗？或者是他可以免费试用吗？没有。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让他免费给你试用一下。啊，正诚一会儿都要来。你说正诚怎么样？正诚公司一会儿会来我们这边。哦，是哦。然后没有他就是
都是电话嘛，然后就是你如果要什么东西，就是去打 email 跟他们直接联系，就变成没有，就没有，就很，就是你要特别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你才可以跟他们沟通。你可能说我不确定说 SE 啊，或是我刚刚讲的跨的到底有什么差别，然后可能我需要知道这完整的东西，我才可以拿这个。然后不用不用，我上网查就知道了。没有，我就假设，就是因为郑成他没有办法说你可能要现场，然后他会帮你解答这样子。对啊，因为他其实代理很多东西，可能对啊，他们也没有办法解答你所有问题。我可以走远一点看看吗？可以，您试一下，试一下，可以的，可以的。是小五。那为什么多变的会比quad变的还要距离比较远？你会看起来跨的好像比较多这样。他们都是 dual band 的。哦，是哦，那他这个跨的是怎么样？什么跨？他可能在一些就是设计上嘛 ，PCB 啊那些设计上会有一些不同，就是功率不同而已。对，而且我们也会就是做一些价格的差异嘛。OK。有些喜欢便宜一点的就买这个。OK， got it。大家觉得，但是大部分来说，目前从市场的反馈来说，大家反而说，价格的话相对来说哈也没不是那么重要哈。现在还是这两款卖的多。对啊，我也在看这两款。对，确实这两款卖的多，这个相对来说少一些。OK。我可以走多远？我们这个是可以走350米的，只是说展会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啊，或有一些遮挡。您也可以再往前面试一下。OK OK。去试一下。我走去墙壁那边。他是有办法说像是什么自动跳屏还是干嘛的，或者自己选一个比较好比较干净的频道啊，那个功能怎么使用？就是它会自动，就是你去开机的时候就全部都自动了。对，除非说你想去设置某一个频道，然后你再去设，就可以在里面设。如果你不设的话，它就都是。所以这个 channel 就只是一个自动限制，这个就是指的是自动的。是 OK OK。然后这个 group 是您去选择 ，OK OK， 选择哪一个组？那它平这个2.4跟5G 也是会自己跳的。2.4和 5G， 它其实是同时进行的。哦，它是同时进行。它没有说我一定要选择哪一个。OK OK。哎呦，断掉了。He really does like it. He's a big fan. 配布的话，你用的是那个零延时那个产品吗？也是看预算的，有的时候可能是500，有的时候就会用零延时。对对对。但是，我们的信息来看，微布在国内会好一些，就是只要是中国之内之外的都不是很好。是哦。对，我们的信息了解是这样子的。但我们这边微布还蛮多的，蛮多。对对对。那可能它渠道那方面做得好一些啊。这个的话是一个，就是说它怎么断的？有线的连接，它这个，它是可以把你的 iPhone 和 iPad 变成一个监视器。它这个是不是没电了？你说什么？这个是不是没电？因为上面也没电。它就是用着就是没电了。就是我们之前出了一个这个 HDMI 的这么一个产品啊，这个是一个 SDI 的一个新产品，才刚刚推出的。有，我知道。啊，你知道吗？这个产品知道哈。对对对。就之前卖的还是挺火的。
就从推出来的时候，它就一下子卖了特别多。现在也销售也是它的，它给 iPhone 这一个系列，因为之前是安卓系列嘛，还是没有？安卓那个有那个产品，但是那个产品线已经停产，我们现在只做 iPad。因为安卓它的型，它又是它的、那个，因为它的延迟应该会比较高、啊。嗯，而且它又适配很多的对对对所有的安卓型号，嗯、就有些你、嗯、如果你它刚好跟我那个手机型号你适配不了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客诉啊什么，我比较去处理这些东西，就比较麻烦。对，然后你 iPhone 的话，你反正就那么几款嘛，对吗？ Okay. 我适配起来就会容易一些、嗯、这样子。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当时就确实就卖得很好，嗯、然后所以我们就出了一个这个新产品，然后我们去，因为当原来这个产品呢，它如果说它和 iPhone 连接哈，这个产品和 iPhone 连接，它不能去做一个充，不能给 iPhone 充电，也不能给 iPad， 可以给 iPad 那个 Type C 的充电。嗯。然后这个产品的话，它就都可以去实现所有的，都可以去实现这样一个功能。Okay, can I swap the batteries? Yeah, thanks. Okay. 我应该主要还是在看这个、啊。Okay. 好像大家还是对这个图传的话相对来说，嗯、哦，关注一些。有兴趣，嗯，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卖得非常好，就是在亚马逊啊这种、就是、Amazon、啊 okay. 对西端的这种就是面对终端用户这种渠道上，它卖得很好。OK。而且我主要在看这个、啊、因为就没有就是台湾那边没有什么实体店面可以看啊、我等一下可以就问一下郑成他有没有这种之类的问他、我要问他问 他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他自己或是我可能不知道或者是比如说他有些他比如他经销商他家里应该有些 dealer 应该有店子、那说明他 dealer 就算他有可能铺的都不够，因为在台北的 dealer 我应该都很熟都认识是吧，对对对，但是就都没有都没有摆出来给我们玩，对啊，他只有放在盒子里说要不要买，这样子而已。哦，就他没有摆，对，他们对对对，可以就是去，对对对，触摸到这种。没有没有。那、这样他现在频段是零，是他会自己开机之后他会自己连上，就是他会哦，他就会自己跳。OK。好，我要再去走一次，这样。How long can we go?
Ceiling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you'll be able to go